想成功，态度要先出来。我是林志成。各位朋友，你有在路边叫过计程车的经验吗？手要举起来，身体往前，眼睛看着他，心里说我要搭车，他有可能会在等。如果这是成功的财富列车，你要一样的道理，手举起来，眼睛看着他，身体往前，心里告诉他，财富列车，请你载我。这叫成功的态度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在银行上班，他们公司有一个三师专案，三师就是医师、律师、会计师，其中有一个中医师被评价是人很好，是他的潜在顾客，可是呢，打电话怎么样都没办法打进去，因为都被护士挡下来，可是他没有放弃，他直接冲到这一家中医诊所去挂号，看到了中医师以后，中医师帮他把脉，笑笑的对这位朋友说，年轻人，你的脉象很好，你有什么病啊？我这位朋友跟他说，医师，你没有觉得我缺少业绩吗？我的脉搏乱跳，因为我的业绩不足吗？我们公司有三师专案，因为我想跟你介绍，一直都没办法找到你，所以我直接就跑来挂号了。这位医师人很好，也认为他有趣，所以就跟他交了朋友，也成为他的顾客。这个就叫做成功，态度要先出来。各位朋友，把脉很重要，你的心里有业绩的渴望更重要。赢，你要有赢的想法，赢要有赢的态度。想法没有力量，你的行动就没有力量。想成功，态度要先出来。我是林志成。